好。帽子。皮蛋回来了，经理好。小严，业务办的怎么样了？对方还差一个手续。林哥回来了。哎，严谨呐，严谨。你这个脑子里边，他有脑子吗？这笔贷款的资金量并不大，为什么非卡在你这儿？你就不能先把它放出去啊，然后我们再补齐这个法人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你这个月的业绩奖金不想要了？从流程上讲，这件事情从流程，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这样，我给你打一个比方，我跟我老是在结婚前有的我女儿，这个不符合流程，对不对？但是我不能因为还没有办婚礼，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打掉吧？啊，我女儿现在已经上了初一，非常的优秀。我们要看的是结果啊，看结果。我们支行啊，这个月的业绩奖金就看这笔贷款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您更要仔细核实。万一孩子不是您的，不仅影响夫妻感情。你给我出去！你他妈给我出去！好。还有可能陷入法律纠纷。我的名字叫严谨，我对待工作的态度就像我的名字，严肃认真，谨慎负责。你们看什么呢？可认真的人总不太受欢迎。看完了，就算这样，我觉得做事认真一点总没有错吧。凡事就怕认真。为了确保公安民警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我们将联合银行做一次全面的演习。演习一切从实战出发，劫匪不从公安民警中挑选，而是由银行的职员中选一名同志来扮演。既然抢银行根本没有机会得逞，那么这次演习又有什么意义呢？山里没有兔子，猎人就不擦枪了吗？希望大伙儿都踊跃报名参加，接受媒体和社会的监督，确保这次演习做到公平、公正、严谨。到，你们银行的吗？啊，他叫严谨。啊。行长，抢银行我不会啊。不会可以学嘛。学好三年啊，学坏三天，这么着，给你放三天假啊，回去查查外国电影，借鉴一下经验。叫你妹上来吃饭。吃饭了。等你呢。别看手机了，吃饭吧。我要去抢银行了。一张百元新钞1.15克，10万就是2斤半，100万23斤，300万就是69斤。其实抢也可以，
就是带着跑太麻烦了。打车容易堵，公交站站停，地铁还挤不上，还是得跑。嗯，这是个体力活。你怎么不吃饭？抢银行不是儿戏，现金什么时候送来，什么时候运走，都要了如指掌。怎么控制顾客，拿什么威胁柜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周围环境是不是熟悉，有没有巡逻的警车，有没有备用的逃跑路线，大到路口的红灯，找到门口的探头，都要事无巨细了解清楚。对，就是他，就是这人，我盯了好多天了，这人肯定有问题。瞧瞧咱们人民群众的警惕性多高啊，演习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到时候你就乖乖的让我们抓起来就行了，记得到时候多带点护具啊。哎，你们家电话多少？1391073351。喂，是严锦家吗？我是公安局，你们家宝贝抢银行让我们抓起来了。不是，还没抢呢怎么就给逮起来了？你听我说呀，警察同志，我儿子是非常讲，不是这警察，你这这，喂，是警察同志吗？领导让他扮演劫匪，是对他的信任。你能不能通融一下？这孩子为了抢银行下了不少功夫，非常认真。你现在抓他，等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吗？对。你们是要团伙作案是吧？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合理合法的抢银行，所以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有困难克服困难，没有困难就给警察制造困难。好的，爸。啊。就位。这演习嘛，能有多大事儿啊？嗯，小哥哥，这一支理财产品的收益，说半天也说不明白。先生，您是想办理理财产品是吧？是。今天我们早下班啊。没关系，嗯，可以了，谢谢。连钞给你准备好了啊，一会儿别给错了。这么快啊？我这不着急回家吗？还得看牙去呢。嗯。哎，取出2000来。指日可待啊！指日可待。我跟你说，行，那您慢走啊。您讲这个道理，这叫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房产证写谁的名不一样？来，坐坐坐坐坐。反正孩子是俩人的，跟谁姓不一样？那不是一回事。这个月的零花钱。老子玩游戏眼睛受得了？
你怎么才来呀？这儿等你半天了，知道吗？认错了。废话，不是你拿着什么号啊？你们家抢银行排队呀、啊？傻不傻？赶紧的吧，这好不容易碰回抢劫，能休息半天。不用那么着急吧？怎么不着急？快，走呀，走抢了。来了，严哥，快点，可以啊，这事儿啊，抢，来吧，来吧，赶紧抢，快，开始，来抢。那我现在可以摁铃了吧？来吧。你这戏是不是有点过了？大衣是不错，护具都带全了吗？练过是吧？啪！这干嘛呀？挺投入是吧？差不多得了，快快快！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啊？啊！家里臭屎，受苦了！来来来，上边演戏呢！这不是演戏，演什么戏啊？别激动，起立都行啊！大爷，大爷，你这拦着点啊！大爷，这真是演戏啊！真是演戏啊！你这还说晚上吃馅儿呢？这行行行，快快快快快！局长，这个点儿出警，半个小时解决战斗。记忆调好了，要不先录一条。这种演戏，我跟你说，都是装样子，一年能播800回，随便拍点，随便拍点就行啊。哦，哎，小伙子，对不住了，刚才下手有点重。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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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摘摘。辛苦辛苦。哎，结算，收工。行行，下班。哎，大姐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啊早下班了，您看，要不我送您出去啊？没良心的，一有风吹草动，他先走。收队！我不走，等一下，你这都被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了，结束了，结束啊！刚才我遭遇袭击的时候，背部着地，枪口对着大爷，我有机会开枪，但是我选择了非暴力方式跟大爷解释，因为他并不了解演习情况。可是大爷选择了暴力方式，不听我解释。如果这是真的抢劫，劫匪不可能手下留情。所以虽然出现了小插曲，但我认为演习应该继续。抢劫！把现在拿出来！干得漂亮，宝！小贝儿。你们人到了吗？哎，演习已经开始了啊！啊，到时候啊，咱们还是弄一个专访啊，再弄一个热搜，好不好？哎呀，抢银行嘛，只要不是抢到自己头上，大家都还是喜闻乐见的啊！好了，够了，差不多了。够什么呀？多了拎不动了。一辈子就抢这么一回银行，哎，能多拿就多拿。你先跟我说清楚，你那枪到底是哪儿来的呀？追查枪支来源是警察的事儿，你已经死了，死人不能说话。不是我，
哎，你们俩给我说清楚，干嘛呢？不得等警察过来吗？他还得负隅顽抗呢。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就是再来点。小严，多装点。哎呦呦呦呦呦！见机行事啊！啊，慢点，严哥。不好意思。小心啊！哎，来来，继续抢，继续。哎，这门怎么回事啊？这门怎么回事？哎，海娇，这门怎么回事？重塑呀！哎，老姐，不知道啊。我就一直这么摁着的呀，要不你摁呗。好嘞，好嘞，哎，好好好好好嘞。嗯，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警察都来了，你又进来算怎么回事？我如果不进来的话，就被警察抓住了。歹徒不就是应该被抓住或者当场击毙吗？我是歹徒，我得负隅顽抗。你别让他们想击毙我，赶紧走！不是，人家这么能开，你赶紧来，咱们差不多。你是谁？哎，别吵了！你们做事情能不能认真一点？好大的枪啊，真的好可怕呀！啊，要杀人了，快跑啊，快跑啊！好害怕！啊啊啊！干什么去？给我五分钟，我把那小子给你揪出来。我临时任命你为这次演习的总指挥，我负责监督演习的公平公正。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局长。来了。迟到了，迟到了，演习都结束了，结束了，好啊。刚开始。刚开始。啊。刚开始也好，好。都把手举起来。谁不举？我们几个配合你就完了，这不还有顾客呢吗？我是不是得先把人送出去啊？那个，几位真是对不住，赶上我们今天演习啊，耽误大家办业务，要不我先把几位送出去？不行不行，我们是人质，我们不能走，走不走得绑匪说了算。而且门关了挺好的，我不想让我老公进来。不是，大爷，我先给。没事，大热天的，这有空调，挺舒服，还能看你们演戏。不是演戏，是演习。啊，演习，这是我孙子，他也不走，配合一下可以，配合。麻烦大伙了，谢谢。嗯。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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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回去了？我不跑回来，我就被抓了呀！人警察来不就是来抓你的吗？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会努力，不让警察抓到我。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不是我了，我现在很残暴。撤了吗？哥，走不了了啊！劫匪跑进去了，跑进去了啊！哎，通稿上不是这么说的呀？有点意思。哎，你把话筒给我，我们在这儿出一段吧。行。
可以吧？嗯。观众朋友，这里是金陵没距离。今天在我市公安和银行系统联合发起的防盗墙演习已经开始。我们在现场看到，演习开始之后，本该被警方制服的劫匪出人意料的逃回到了银行，并且和警方展开了对峙。谁让他有枪呢？有枪怎么了？有枪也不能不从眼珠一直盯着呀。对呀、啊，嗯，一会儿他一走神，小胖上去堵枪眼，咱们几个一擒拿，结束了。对呀、啊，凭什么我上去堵枪眼啊？假枪嘛，假的也不吉利。我晚上还有事儿呢，你这人照着不好吗？是吧？都不许说话，认真一点。演习结束。啊！掌声鼓励。人民警察为人民，好样的！别鼓掌了，他都死了，他怎么制服？诈尸啊！我还没死透呢。起来，你死透透了。看到没？这是霰弹，当时啪一枪，都给你打烂了，特别的血腥。我是一名警察，我穿了防弹衣，警察防弹衣，你霰弹怕没用，有毛病吗？合理不合理呀、啊？合理，合理，合理就是合理，就应该穿上。哎，我记得了，他好像打的是你的脸，不是事儿。对，不可能，就是你脸皮也是防弹的，死就死了，那还不承认？不是，没打脸，没打脸，我们俩看见了。对，你那把枪把他瞄准了，是不是？他一开枪，哎，他就打着心头，对，这叫后坐力。对了，后坐力。哎，就算打到这儿，他也没有防弹裤衩啊！别掰扯了，凡事都要讲个证据。你怎么证明你啪你一枪打我头了？证据。啪！这干嘛？看到了吧？我就是打的是这儿嘛。来。自己带，谢谢。哎，不对呀、啊，你们劫匪就你一个人，自己来。你怎么把我们都绑上了呀？那我帮他绑的。你哪头的呢？你保安，你还帮他？是你帮我绑的。你先用绳子绑住了大家的手脚，然后用绳子绑住了自己的脚，最后用姚警官的手铐铐住了自己的手。在你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用枪指着你，所以我根本不用亲自动手，明白吗？嗯。我说我怎么那么累？我自己来。喂，我被劫匪绑架了，劫匪要求孩子跟他姓。啊？我答应了。来，过来，快给我戴上。我戴上，拍张照啊，凶一点。啊 ！OK， 谢谢啊。行吗？行。我姓严。啊。这怎么回事啊？劫匪不按套路出牌，你们也要随机应变。
不是铜甘谷共患难吗？我们中午一人吃啊，云哥。我这不是牙疼吗？来，还有俩，你先嚼着。我跟你说，这么吃，非得吃出糖尿病来。我跟你说，这算工伤。大爷，你自己。我已经糖尿病了。小孩少吃点点。嗯。好。不是，真是有困难得找警察呀。老姚。这么着，你们烧给我。别吃了，够了。咱说的没痛快。哎，行行行。布局图已经拿到了，人质暂时安全。调出案发前两个小时银行内外的监控录像，看看歹徒是否单独作案。是。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急什么呀？不行，我今天必须得看，我这牙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啊！大家听我说，为了保证演习的质量，接下来我会尽量的做个像个真实的劫匪。把手机收了。我以前呀，以为我今儿能早下班呢吗？谢谢配合。行，行，咱们不废话了。请配合。你就告诉我，那个牙医最晚几点能走啊？啊！别玩那么多游戏。哎呀，那不行吗？你让他能不能晚点呀？谢谢。嗯，多留一会儿。手机。咱几点结束啊？我这还有事儿呢。什么时候结束是警察的事儿。手机。那要不然你给我挂一个那特贵的那种，就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特需啊什么的。如果不配合。哎，你干嘛呀？我这还没打完电话呢。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忍你半天了，干嘛呢？这一个怎么那么碍眼呢？我干嘛呢？神经！我们单位人脑子进水了，可不可以慢慢倒腾？站住！去安慰他一下。我就是，你更需要安慰。明珠，这姐，你这不能打人了呀！你说，别生气，你生气不漂亮。别往心里去，消消气儿哈。明珠，你真厉害，你把劫匪都打出血了。手机。这属于我遗物。你这算是盗墓，还有什么？哎，动这你就死定了。你干嘛？厕所，你跟我去啊。你老这么盯着我，我能尿得出来吗？
喂。哎呀，不是说早下班吗？哎呀，再不回来，蛋糕都被你儿子吃光了。刚刚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姚警官被击毙了。喂。喂。你怎么拿我手机啊？谁呀？不是，谁呀？可能是您爱人。说蛋糕被放肆。喂。喂。爸爸。哎，宝贝儿。还不回来？老姚还没下班呢。跟你妈说，等着我回去一块儿吹蜡烛啊。好吧，我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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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啊！你怎么？生日快乐！你抓紧时间啊！祝你生日。媳妇儿，我来救你来了！我在这儿呢，这儿有个市民，他媳妇在里面要生了。好，您别担心啊。现在里面那个孕妇呢，已经到了预产期了。你既然不同意释放人质，是不是应该派一个医生进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呢？好吧。行了，你去准备吧。是。警察同志。看出来了，套路。您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扛揍吗？啊！二弟，带劲，哎。枪是我的。哎，真枪不能给你，意思意思得了。手还挺巧。整个过程中，人家严谨就出了两拳。
人家让着招呢，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几个加一块儿都未必是他对手。哎，那你还让人姑娘把腿搁你脸上蹭？云哥可以啊，云哥。来吧，这位小同志，这儿还给你留了一块风水宝地。没看出来呀，这小子啊。回去吧。你走。回去。这不还送？你这配枪被抢，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汇报啊？怎么汇报？托吗？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一名进入银行的警员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被判定为牺牲，并在全国行凶。哎，这点不要，这点不要，干嘛？哎呀，太好了！哎，观众朋友，现在进入画面，我们看到的是民丰银行的吴行长。吴行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不要拍我，不要拍我！哎，来，你介绍一下。哎，你介绍一下情况嘛？你不要没说。哎呀，拍了，乱死了！是我情况了解不周，又白白牺牲了一名警员。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这屋里的人质就更危险了。你脸转过来。干嘛呀？你中弹了。哎，你不是约了未来老丈母娘见面吗？我跟你说，再不走可来不及了。我怎么走呀？那小子这么能打，万一姐姐有公报私仇怎么办？要不周哥你替我去说说。我可不敢。反正我觉得坐着总比挨揍强哈。哎，这是站住！你已经昏迷了。我醒了不行啊，我牙床子都肿了。你再耗下去，医院一个人都没了。我跟你说，你唬得了他们，唬不了我。嘛呢？啊，该打也打了，该杀也杀了。你还想怎么的？演习呀，大哥，走走过场就成了。你玩过吗你啊？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啊，给你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啊！闭嘴！啊，给你一报酬你还就认真了？你给我松手，松手！继续演习。我今儿我还就不回去了，怎么着吧？我就不回去了。你一滋水枪，你能吓唬谁？哎，住手！不是，你这干什么呀？这过磕头也没用啊！感觉怎么样？看着我！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劫匪，情绪极不稳定。我已经杀了两名警察，我只有死路一条。这个时候你还在挑衅我，我这么对待你，一是为了发泄我的愤怒，二是要让你们知道这里谁说了算。再多嘴，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体力的极限。说什么呢？这有孩子。对不起，胡闹。对不起，演戏做做样子不就行了吗？对对对对对，你倒好啊，弄个杠精来，还打死俩警察。我知道，我知道，领导，我知道啊。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拿着真枪顶着你脑门，也得把那小子给我拖出来。是，我。是，以上四个路口的交通是我们指挥的。演习各个单位都按照真实的情况执行预案。那个，领导，领导，我有个想法，我跟您汇报一下。要不然呢，我冲进去啊，我把他给拽出来。警察都不能把他拽出来，你行吗？特警队到了。不至于吧？啊，不至于吧？
哎，我去上个厕所啊。报告局长同志，特警队集结完毕，请指示。这次演习的总指挥是张支队，我的任务就是监督你们，把演习公正的进行。希望在这次演习当中，要做到思维严谨，处置周全，制服歹徒的同时，一定要保证人质的安全。是。支队长，我给你撂一底儿啊，对手不弱，已经有两名警员牺牲了。十分钟解决战斗。等会儿我从正面吸引歹徒的注意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你们从后门进入，沿着办公室潜入到大厅，有机会击毙歹徒，解救人质。到时候咱们这边还有狙击手，三管齐下，5分钟解决战斗。是。激动，放轻松点，严谨是吧？我是来谈判的。把手举起来。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哪儿都去不了。不如咱俩坐下来好好谈谈。劫匪已在正门，立即进入。我一共有三个条件，第一，我抢的钱太少了，再给我准备2000万。2000万？开什么玩笑？抢劫银行本来就是重罪，更别提持械劫持人质了。你有本事抢，有命花吗？少废话。第二，让现在所有警察都撤退，现在就撤。第三，给我准备一辆加满油的车。好，只要你保证人质安全，给我点时间，我替你解决。但在此之前，你是不是也得表示点诚意？先放俩人质，能好好谈的事儿，咱们何必动刀动枪？把手举起来。想好好谈是吧？干嘛要摸枪？楼上为什么有狙击手？后门现在有人想冲进来吧？前后夹击，这回没跑。告诉你，我已经杀了两名警察，强奸了一名人质。我的手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筹码比你们多。不满足我的条件，就等着收尸吧。严谨，严谨，快！行动，行动，拖不住，快！什么情况？要不要先让他们撤回来？别撤了，
都牺牲了。什么？演习叛变，不是行动失败，你的队员已经阵亡。什么情况？局长，我怎么感觉这次演习，您这有点拉偏手。这次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你们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我不能严格的要求劫匪，但我可以严格的要求你们，因为你们是警察。是。是。这怎么就牺牲了？就淋了点水就牺牲了？就是啊，这死的比感冒都快。前门已经被封锁了，你们只能从后门突破，需要经过办公区，办公区里有消防喷头，鱼线连着喷头上的支撑蜡，触发后支撑蜡断裂，导致喷淋系统启动，电线遇水之后产生电流，你们瞬间触电身亡，明白了吗？宝儿，啊，你干嘛呢？回去。哎，你们可真行啊，这么点雕虫小技你们全上套了，丢不丢人？那你们两个怎么死的？问你那老同志怎么死的？训练和实战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业务要精，头脑还要灵活。你们这太嫩了，你们老同志，你头脑这么灵活，给大家介绍介绍，你怎么光荣牺牲的？不许叫他劲儿，擦擦得了。哎，你这个是？啊，嗨，这都为了工作嘛。哟。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要锻炼啊？哇，差不多得了吧。啊，哦，行。没见过吧？哎，你们是不是天天都得训练啊？哇，嗯，哎，哎呦，这么多腹肌。我能摸摸你腹肌吗？别逮什么摸什么啊！哎呦喂，行了，哎呀，赶紧把你那哈喇子收拾，成什么样了？琳达又牺牲了四位特警战士，这周围还这么多人围着，啊，还有这个媒体，您是不是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啊？我不怕丢人啊。问题在演习当中发现，总比在实战当中发生那要好100倍吧。警察的生命也是只有一次。琳达，我是为您好啊。吴行长。你那点小心思我心里清楚。我这上面也有领导，那您看这个演习就继续。不，记者刚刚得到演习指挥部的确认，又有四名特警在行动中被判定为牺牲，退出了演习，至此演习中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6人。劫匪仍在负隅顽抗当中，下一步警方将如何应对，我们将持续关注。给你爷爷送过去。爷爷。警察的行动已经激怒了我，所以呢，为了报复，我决定选一名人质带出去杀了。就你了，这样你就可以出去看牙了。我现在已经不着急了。让领导先死。哎，对对对，领导先来。不是不是不是，领导应该把机会让给群众啊，让我先死吧。今天晚上别抢啊，我要不去肯定输破产。小心走火。小袁，咱俩接触时间最长，
我知道你打压根起就是一个特认真的一个人，真的。严哥，这次呢？严哥，我今天晚上我真有事，我约了我丈母娘，这都几点了，我再不走来不及了，我真。小严，我告诉你，这次这个忙我必须得帮。我求你，帮你一块儿报复警察嘛，对不对？往这儿打，往这儿打。我一死，大堂经理就是你的了。跟这个没关系。你不用行李。严哥，杀了我吧！我老王家三代单传。到我这边，我母胎 solo 小三十年了，我好不容易逮着一女朋友，我谈了一年多，我跟王母娘娘似的伺候了她一年多呀，终于就在今天，答应我让我见我未来丈母娘了。你要是不杀我，你就杀了我的爱情啊！你起来吧，你杀了我！你干嘛、啊？我疯了！我疯了！我被歹徒劫持时间太长了，我现在精神分裂。来，杀了我！杀了我！你要不杀我，也得自杀，对不对？来，杀我！这往这打！来，我求你，我求你！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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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我求你！你给我来！松开！松开！啪！都别吵了！小子，这不就一帮神经病吗？你才发现呢！听天由命吧，抽到短的去死。我太短了。我可以去死了。好了好了，别哭了，走吧。你说。目标已锁定，随时可以击毙歹徒。等等，歹徒手中疑似我有引爆装置，击毙可能会引起爆炸。仓姐，你也看了，是不是特有意思？啊，不是不是啊，不是前面那胖子，后边那个拿枪那个歹徒。啊，那歹徒怎么了？领导信任才让他演这么重要的角色，这是他的工作。回来了，行吗？那当然了，我儿子做事可认真了，准备好几天。没被警察跟踪吧？特别帅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哈哈哈哈哈！各位领导、警察同志、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歹徒穷凶极恶。丧心病狂，道德沦丧，禽兽不如。别说了，你们居然知道他这样，干嘛还三番五次成群结队的往里进呢？搞得现在劫匪非常的愤怒，愤怒，愤怒，来，很生气，给大家狠一个，凶一点。哎，对，哎，对了，凶一点，对，凶狠不凶狠？看他非常愤怒，所以你们注意了啊！啊。歹徒现在就要杀人质了，对，他们要把我杀了。把谁杀了呀？杀我呀？什么杀啥你呀？抽签了，抽了签了。别吵了，别吵了，杀你杀你。抽签管用吗？事实本来就是杀我。袁杰，你要坚定，你要勇敢，凶残一点。哎，好，杀我。哎哎哎哦哦哎呀哎呀怕啊很好领导我要求立即击毙劫匪走我选择牺牲自己打爆我的炸弹我与歹徒同归于尽马上结束战斗狙击手你们干什么呢你们说我不想回去了
小伴儿，我来了啊！等我啊，等我啊！哎哎哎哎，等一下，这位人质，请问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你被杀？子弹击中你的时候，你想了什么？快说一下。我在想想想，我在想，我终于死了，我死得好啊！宝贝儿，等我等我啊！我来了，我来了！这也太儿戏了吧！行动失败，导致一名人质被杀，你觉得这很儿戏吗？再刺激劫匪了啊！所有的人原地待命，等待劫匪放松警惕，再找机会下手。我再重复一遍，各个单位保持警惕，不要轻举妄动。三代二。是不是还一三？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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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加油，使劲，加油，使劲！哎哎哎！来，你来！呀！预备，准备好了啊！开始！一转眼你都要中考了，是不是更忙了？你爸妈离婚后。你来看爷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每天都有课外班儿。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可去晚了，指不定又要被训了，肯定又要扣零花钱了。他扣你多少，爷爷补上。做功课吧。确认了劫匪的扮演者正是被劫银行的员工，名叫严井，进入这家银行已经工作五年，曾经参军入伍，复员之后参加了自学考试，取得了金融硕士学位。这位文武双全的劫匪在和警方的对峙当中究竟鹿死谁手，我们将拭目以待。你干嘛呀、演习还没结束，这些钱不能动。不是，你以为这钱你真能带出去啊？你自己回头看看，外边一百多警察呢，不成你还是自首啊？别自首，你学着楚霸王你自杀吧。哎，你们这钱还挺像真的是吧？是我们这劫匪还挺真呢，拿自己当真了。休息时间到了，大家回来吧，继续演习。不让玩了，那就都别玩了。你自己看看，屋里外头多少人陪着你一个人玩，你别玩了。这不是玩。你们是不是饿了？麻烦帮我们点个外卖啊，火锅、鸳鸯锅，你们拿笔记一下。肥牛、百叶、菌花、腰
一个一个说，到底要点什么？猪脑子。猪脑子。你才猪脑子。孕妇点了猪脑子。他们太过分了，警察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你们居然点火锅。猪脑子，三份。太过分了。让那个张弛给送过来啊。我是张弛，我是张弛，哎，我在这儿呢。不能进来。把我勺拿走了。这个刚好勺子可以放这儿，就不烫了。都熟了。好，青菜烫一下就行。来，小哥哥，小哥哥，你哪年的？我00的。媳妇儿，你别烫着啊！你吃的时候，你吃点青菜啊。吃点肉。哎，媳妇儿，哎，你说那个孩子他要姓严啊？你是开玩笑的是吧？哎，你肯定开玩笑的是吧？媳妇儿，你看看我，哎，别走了，我再嘱咐两句，马上，哎，你猪脑一定熟了再吃啊！你真不过去看他一眼啊？消消气儿吧，人家也怪不容易的。嗯，没事，放心吧，出门就跟他离婚。离，必须得离。嗯。就这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不能要。这儿这么多好小伙子，挑一个。孩子一出生，这不就有后爹了吗？一起当爹。打死你啊！楼下都吃上火锅了，你们还不能吃碗面吗？同志，请你不要吧唧嘴好吗？二位好，这是我们局长，这是严谨的父母。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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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严谨的父亲。对，他妈，你好，你好，你好。我儿子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这就对了。临走的时候我就嘱咐他，有困难克服困难，没有困难就给警察制造困难。对，是不是我儿子特厉害？我们请你们过来呢，就是想让你去劝劝他。啊，让咱们劝劝。劝。劝劝。你怎么还偷吃呢？劫匪不能吃警察送来的东西，万一下了药呢？我妈做的。嗯，可是凉了。儿子，你一定要严肃认真的完成任务，不要放弃，不要投降，负隅顽抗，坚持到底。让您对着念，您怎么还发挥上了呢？那家属怎么也不爱掏我出来？一家子仇人。大妈，大妈，还是您来念。阿姨，还是您来念，您来念，照着这个念。我来。好，照着这个，照这个。喂，听得见吗？哎，不是，你把这事儿开大点声，这开大点声。儿子，哎呦呦呦，这儿，儿子在这儿，在这儿。我知道。儿子，你们演习这事儿吧，手机直播了，你知道吗？哎，我那些认识的人都给我打电话，知道你没结婚吧？哎呦，都给你介绍对象哎，张阿姨的外甥女儿，身高1.65米。体重95啊！不，
警察同志，哎呀，你老伴在家也这样吗？习惯了。1.70米，体重102斤，刘大爷的闺女，身高1.90米，体重200斤，练摔跤的。照片我们看见了，绝对没整过容。你要是不觉得不合适的话，我给你来个现场征婚啊！大家伙注意了啊，我儿子严谨，要性格有性格，要模样有模样，不抽烟，不喝酒。结婚以后不敢在一块住，家里有2套房子，都是学区房。哎，我儿子没谈过恋爱，还是个处男呢。但是我儿子学东西特别快，一学就会。不是真的，我儿子特别聪明。我不愿意跟你一块住，我是这样啊。来来来，我还没说完呢。银行门口两侧各有2名警察埋伏，路边停车后面有3名特警，对面楼顶有狙击手，看不清有多少人。哥，你千万不要从窗口探头啊！怎么回事？不知道。不是，那女孩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女孩男的。听声听不出来，这不男扮女装吗？那是我妹妹，她小时候声带受伤，声音不好听，宁可让人觉得她是哑巴，也不愿意说话。人家嗓子那样，还那么配合演戏呢，咱们也配合一下吧。配合。都配合一下，就是早就配合了嘛。我可能配合不了了，我好像要生了。即将临盆的孕妇已经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送往了医院，我们也祝愿她能够平安顺利的生下宝宝。那么现在孩子都快生下来了，演习还没有结束，不知道现在警方作何感想？如果在实战当中发生这样的事，后果肯定不堪设想。那么这次演习最终的结果如何？本台将继续关注。加油！加油啊！加加什么油啊你？玩呢？严谨，你说你这一根筋啊，能不能给警察留点面子呀你？这都几点了，出了事我负责，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呀，谁也拍我了！严谨，给您添麻烦了。我很欣赏你对待演习的态度。记住，结果不重要，认真对待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赢家。等一下，如果是真实情况，歹徒不可能释放人质，所以我要交换人质。好，你挑吧。我来。哎哎，我当人质。哎，进，快进去。你时间不多了啊，抓紧时间。再等一下，一个孕妇等于两个人，所以我要再选一个。好。看，主持人。啊，我拿机器的。你们能摘下面罩接受一下采访吗？记者同志，那就先从我开始吧。行长好，辛苦您一下。你是不是傻？哎呀你，我看你这个大堂经理，你是不想干了。哎呀你啊，你还敢点火锅？你说你个老同志啊老员工，哼，你还挺配合他们的。哎呀，我这反抗了呀！行长好，你给我放过去。严谨，
他妈在这儿闹这么多幺蛾子，造反呢你！我告诉你，这家银行我说了算，我说现在得给我结束。可是警察没有抓到我，不能够结束。那你乖乖的让他们抓呀！啊，你一会儿杀个人质啊，这一会儿你又杀了一排警察啊！你现在又那么急，你给我停停，关了关了，这不能录，不能录。严谨，你这不要我的命吗你？那我也不能主动把门打开，让他们直接进来，那样对警察不尊重。不，你别跟我废话了啊！我告诉你，这场演习结束了。哎呀，你给我松开，松开，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给开除了。哦，严哥，这工作丢掉的话就不值当。小严，你就听哥一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不行？就是就是，真的。听姐的，不划算不划算，你先把手撒开，你先撒开。都想着他说话是不是？好，眼前啊，给你两条路，要不然咱就结束吧，要不然明天我把他们一个个的叫到我办公室，一个个都给开除了。来吧。锁定目标，请求射击。射击。击中目标，劫匪已被击毙。领导，我给您汇报一下啊，这个匪徒啊已经被击毙了，所以这个演习可以宣告结束了。咱们警察同志啊，真是神勇无敌啊，将歹徒一枪毙命。来，咱们为了神勇的警察同志们鼓掌来。你已被击中，报告局长，劫匪已被击毙。我宣布，这次演习的被打死的是那个行长吗？小孩倒是敢说实话。对，严哥没死，我们行长被击毙了。没错，就是我们行长。他为了早点结束演习，就抢了劫匪的衣服穿，自己走到了门口。对，我们都可以作证。对，我们都可以作证。我都拍下来了。但是我抢了他的枪，这是事实吧？对不对？不管我用了什么方法啊，即使警察没有击毙他，我可以用这把枪把他击毙了。不可能，他还有一把短枪，他就是在我夺他长枪的时候用短枪打死我的。即使是吴行长抢了枪，也不可能击毙劫匪。行长，你差不多得了。吴小平，这次演习你演的是人质，不是行长，你有什么权利组织演习？导致我们行动失败，我宣布取消你的演习资格，出去！哎，不，出去！行长，你等等。你，我这不是为了……严姐，九点半，如果警察没有把你制服，这次演习算你赢。演习继续。
下这段话可能会成为我的遗言，也许你们也会很好奇，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劫匪的。其实我所经历的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着，被家人冷落。吃上了。哎呀，撑死了！哎呀，吃饱了。被领导误会，被同事排挤，你们看什么呢？无论自己怎样努力，生活都不会有起色。于是我开始不满、抱怨，想要不劳而获。可能有的人不敢去抢银行，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了去做其他错误的事情。希望现在的我可以成为你们的前车之鉴。当你发现自己的欲望超过了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的时候，我想提醒你，千万不要踏上歧途，因为一旦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能回头了。这么好的小伙子，你还要开除他？报告，4号摄像头有图像了。之前劫匪用口香糖粘住了摄像头，应该是口香糖掉了。已经确定劫匪位置，马上行动，解救人质。全部阵亡，劫匪赢了。不可能，这么近的距离，我肯定打中他了。有一个细节你可能忽视了，银行所有的玻璃都是标准的防弹玻璃，手枪子弹很难把它击穿。劫匪的自白那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交换人质的时候他让摄影师进去就是为了给他剪接视频。以下这段话可能会成为我的遗言。这里
摄像头上的口香糖也是劫匪故意拿掉的，把事先剪辑好的视频放给我们看。其实这个时候，他和所有的人质都躲在了柜台里面，我们都被他骗了。等一下，时间还没有到，演习应当继续。现在马上满足我的条件，准备一辆大巴车，在码头准备船，把我们送出去。不然的话，我就把所有的人质都杀了。准备营救人质，确定劫匪位置，随时准备击毙劫匪。生了还得让我给他开车，我死不瞑目啊！哎，你好好开车吧你。玩吗？我教你啊。爷爷这玩不了。买个新手机，回来我教你。咱俩联网组队。不是你们说严谨？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嗯，是个百里挑一的傻子。这一百人里边啊，要有这么一个就够了，要是没这么一个还真不行。哎，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儿啊？那现在银行里就剩他跟于海娇俩人了，他傻，他一点都不傻。办公区检查完毕，没有发现劫匪。报告，大厅检查完毕，没有发现劫匪。全体收队。是。不会可以学嘛？哎，需要帮手吗？谁说劫匪只能有一个了？妈呀，怎么了，娇？啊？这绑着干嘛呢？我摁着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摁。你下个一下，我就是摁着一下呀。这么多车，这得多少警察呀？这，哇，这事儿大了啊！哎，我去上个厕所啊。师傅，您当心点儿，别压瘫了给摔着。放心吧，这上面安全着呢，趴两三个人都没事儿。到时间了。
演习结束了。耶！慢点，来，小心啊！慢点。尸体，你抓住我了。谁说他抓住你了？你不还有我这个人质吗？哎，我的表怎么坏了？演习还没结束呢，有时间，赶紧跑吧。可是这都……谢谢啊。其实我经历的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着。被家人冷落，被领导误会，幸亏那笔贷款没放，不然麻烦就大喽。被同事排挤，哎呦，哎呀！但我依然选择做一个好人，努力没有成果。那我们就更努力一点。严谨这个人呢，有点傻，他喜欢于海娇，但是又不敢说，所以每天在人家桌子上的小花瓶里就偷偷插一朵花儿。听你当时有什么想法？爷爷，看见我手机了吗？外边找找去。小孩玩手机啊，对眼睛不好。劫匪穷凶极恶，我呢，英勇无敌。这位老同志英勇无敌，一招未出就被击毙，一直躺在地上，非常的精明。地上特别凉，老同志，结束之后您一定要去拔个火罐，辛苦了。寒气太重。我觉得眼睛挺好的，挺可爱的，认真专注的男人特别有吸引力。孩子真要跟他一起吗？哦，我觉得这个认真一些也挺好的，是吧？心态上咱们可以放松啊，但是做事情还是要严谨一些。为什么强奸邢明珠呢？欺负人吗？这不是，找他说的说的。哎，场面来了啊！谢谢老板。哎，不客气不客气。三哥，啊，太多了。多吗？这不你平时的饭量吗？不够我还给你添，慢点吃啊。我吃很少了。打不死你啊。好害怕。
举起来，双手举起来，交出，交出来，把爱交出来，别让，想起来，紧抱紧想起来，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爱，请你出发，跳跳，这些都不重要，钻石撩妹心跳，都不及你可爱。我要你的爱，不要你。